8月16日，赵丽颖久违在微博晒自拍，照片中扎着半碗字头的赵丽颖精灵可爱，侧分的发型让赵丽颖又多了几分温婉，每张都是美颜暴击。对此网友们纷纷评论道：哇，终于等到你了，颖宝最棒。哇，千呼万唤，宝宝你终于来了，等你等到肝肠寸断，等了好久，终于又看见你了。